那第二项单子 WHO 呢世界卫生大会，那么上单子5月18日，啊，真的上单子20日，有那丹麦、波州、那瑞士、日内瓦，第二单子梅诺希瓦，啊，定期周围那 WHO 那个说明了啊，我是说买啥？诶，现在就诶啊，比海南红酒第二单子多么少呢？多很多是，诶，你不？台湾安定者安定，但是一个摩的很简单，怎么去？因为没得现在 WHA， 因为卫福部部长陈时中，你们说那么定者又要不，又不得现在世界卫生日的健走活动了没有？西班牙上山的黄大，也是在当内部一定者，但他们定者，俺们就不但说他们定者，没有九年内部，南疆们定者没得也多呢，但他们定者都要放多少呢？因为我安了，对安了，三代人在国家的面前都是那阿多。尖叫声！飞台现在有大几许多大利好，妈妈买了大人在立马就小巴好多会飞哦。因为我现在卫福部有只三代人在，不要还现在世界卫生日，俺们大家没有需要现在做建筑活动。因为当年我做我就吃了，所以做我们等着把又不能呢。那5月18日啊，这年在20日，第二年在瑞士的日内瓦，没那些现在世界卫生大会。因为台湾我们等着用台湾省的东西哈，我们都哎你们该我查到现在 WHO 好吧，有没有到现在 WHA？ 国外呢，因为当年我做明年我们等着不没到现在就最终的好，我们到了达斯菲尼现在。全民几万步走入 WHA， 华姆丹扎把崔斌呐阿三三的听你有啊。我们希望全民一致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要进入 WHA， 把我们的经验跟世界来分享。那今天这个活动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走一步，我们就走了2400万步。但我们希望是每日一万步了，好，天天都走一万步，身体会更好。因为奥布新华姆丹扎多是协助卫福部部长。然后 WHO 的执委会因为说年初你们上面在开一个没有瓦萨诺镇在海地、巴拉圭、斯瓦蒂尼、瓜地马拉、尼加拉瓜、美国、日本和上面在所罗门群岛及上面在维吾吉国家阿兹汉镇在说都是那台湾和黑斯福德当然那边上面在台湾移民在现在国际医疗卫生会现在防疫，而这次呢，来年我们等着就都顺带现在发了。但东沙买单诶，明天买上我们等着不懂的建设，非理念相近建设国家，莫买上我们等着没有顺带现 WHA 和人家我们等着就刚给带现在代理国么买着，没赚到的啊，把人家现在得了儿子就大，而这次也是开发带现在世界。那另外比较有的进展是，有一些本来不算是我们在理念相近国家的，也认为这样子对于 WHA 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干涉的屈服，他也觉得丧失了基本健康人权的意义，所以有很多的维持也出来了。我相信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台湾把自己的能力贡献出来，那一定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台湾啊，你们上面在2009年的没有，我们上面的在维吾的东说哈。我不明白现在观察员身份和英国差白又不带现在 WHA 啊，等于后面上面在做2017年啊，只是买单的，没专门的连在有什么动手哈啊，来什么干单子英国差，然后 WHO 那发言人林德梅耶，因为闽南爱想单子，不是说买子，红酒店单子就多么是跟他同在现在就话比看呐，俺的。台湾的2019年啊，第三大们等着白了吧？因为没在现在世界卫生大会啊，等于卫福部现在等那啥们等着，甚至不大说喜欢那点们等着做相关工作，我就啥们等着 WHO 的秘书处，俺们都非他们每一家等你们等着，啊，甚至在没在现在医疗卫生的专业，我就啥们等着，我才台湾好吧？有不啊？阿伯不在那边。